还想打达摩这一拳，上前一个张飞，张飞有大招，不是特别的怕。程咬金又来了，程咬金全 1v3，没错，开了个大招，有点肆无忌惮。张飞去扛，加了一手治疗，是得走了，一阵跳一下，张飞这个喷出来了，直接推到两个墙上，是的，达摩这边血量有点残，后排的话我们来抢切，但是干将莫邪啊，直接是将程咬金击杀了，还要再切，这边的话百里守约很危险，一刀劈残。 反伤甲反得很痛啊！那么剩下的一个夏侯惇也被击杀掉了，张飞这里没有大招了，怒气也没有了。血壳回到泉水。是的，那么剩下两个人该如何守住这五个人的进攻啊？兵线已经就位了，感觉要一波了。让我们恭喜 YDG 拿下第一局，先下一城。